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已经完全和当时不一样了，越长越帅，尤其是易烊千玺的变化最大了。看看他现在的照片，是不是每一张都可以来当壁纸，每一张都是完美的。在《亲爱的客栈》中，易烊千玺是第一期的嘉宾，他在里面的表现真的很好啊，默默的干活，不争不抢不做作，所以三小只现在这么火。